逃离新传道，啊，清净身心，好，啊，读书啊，鼓励我们永金国小的小朋友在这么优美优质的环境能够好好认真读书。我们永金国小跟晨起教育事业基金会合作这样一个有机咖啡的种植，我们是鼓励小朋友在课堂教学之外能够实地观察咖啡树生长的一个过程。因为喝咖啡现在在台湾很流行，但是好像很少人真正能够去观察过咖啡的整个成长历程。那我们今天种的咖啡是从台东乐山农场移来的有机咖啡，我们也希望借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小朋友认识什么是有机啊。我们一般接触的大概都是只有听到，让小朋友实际接触的机会很少。那我们希望说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就可以去亲身的参与种植认养，然后观察植物的成长历程。对咖啡呢，其实重点不是咖啡，是我们要引导小朋友去做植物的一个成长历程的一个观察。其实咖啡树它本身啊，最主要的基金会，我们是希望说让我们的小朋友啊看到咖啡为什么这么香这么好喝啊，我们的咖啡树都没有看到哈。那今天我们啊选择啊永清国小也有典故哈，因为我跟我们黄校长都喜欢品尝咖啡哈。那现在的环境啊都啊非常的啊这个需要我们这个绿化的环境啊，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健康。虽然他咖啡这个树苗不大，可是等他长大了后，那个树也是很大哈，你会看到他的那个果实累累哈。那个他明年可以喝到我们自己种的咖啡啊，当然最主要是它会有教育的性质。各位小朋友，我们先把它的树苗外面啊，根部那边那个软盆塑胶黑色的那个先拿起来，哦，拿起来要不要伤到根，然后再将刚刚树太小颗要不这个土还是这个土，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了。下面根部下面先放一点土，然后再放苗下去。只要把它根压住。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然后再整个。